我根本不需要什么输赢成败，我只要看到死亡，看到蜀山和阴风谷全部同归于尽，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。丁隐，你不是要报仇吗？说好了一决高下，今天你我恩怨一并解决。喂，你这样做杯水车薪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阵法到底有没有办法解除？这是我们阴风谷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开启无法解除，就看玉儿能不能抵抗得了丁隐了。全世界的人都在欺骗我，你也会对我真诚相待。现在看来，你根本跟他们都是一样的。任何人手下留情了。青云，不要！是魂神只毁了一半，还没有完全失效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是不会放过阴风谷和蜀山的。青云，算我求求你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那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他体内的魔性真的无法去除，就帮我杀了他。如果他能清醒的话，他是不会想要这样活下去的。你放心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，我绝不会手软。第一，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机会了。
丁毅，你还记得这些吗？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对我不离不弃。我丁颖一生能够遇到你，人生何求，苍天为证，我丁颖宠你爱你，一生一世携手白头。这个世界，是你让我学会了微笑，让我学会了去相信别人，是你让我学会如何为别人流泪。告诉我，到底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？我的心是你为我打开的，你说你没有了心，我愿意把我的心还给你。